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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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複嘅唔彈啦 ，OK， 今日咧完全咧係清歌債嘅，咁啊即係你哋俾我啲 list 啊嗰啲，我盡量今日咧一次過拍得幾多，得幾多。五月天嘅温柔咁又係 in G key 嘅，頭先拍咗兩首咧 in C key 啦。咁其實咧成日都講嘅，同一個 chord 嘅 progression 咧，可能有好多種歌都可以玩到，尤其是我話2003年以前啲歌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咁樣樣，甚至乎依家啲歌都係咁樣樣。咁係可能轉咗 key 嘅啫，呢首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啦。OK， 開頭係用咗1645 chord， 跟住之後咧又係 canon in D 嗰個 progression， 咁我哋。逐個逐個睇，睇翻佢 intro 先。intro 咧，佢好似用我聽嗰個係 CD 版就吉他彈，咁我就用個琴嘅玩法。咁我中意咧，即係做編曲嘅時候咧，一部琴嘅話咧，又唔想玩太多嘢，尤其是因為如果唔使自己唱咧，我可能會彈到多啲嘢，但自己唱嘅時候咧，就好難去彈到太多東西。咁所以變咗我就成日都會用一啲取巧啲嘅方法，去令到首歌個大細起伏會大啲。第一個 chord 就係 G chord， 151，然後呢玩 B D G。咁但係咧，佢個 chord 咧係 C F 九行先嘅，如果 C D 個 chord， 咁變咗咧，我就會玩個 C G A， 然後 C G， 然後唔好 C G A 嚟 D G A， 咁啊 D 呢邊係玩 D D A 先啦 ，D A D G D F sharp D G。OK， 咁跟住一開波，第一個就 G chord 啦。咁你可以落個 A add 九，落個 add 九又得，落個 G add 九又得。咁可能我哋咧可以玩翻啲簡單啲嘅 B D G 咧。咁你去食個音，走在風中哒哒哒哒，食音就玩個 D G B。走在風中，晴天陽光。然後嚟到個 E minor，E G B。突然好温柔。跟住 C major seven， 天的温柔，地的温柔。然後 D。是你抱着我，跟住加埋只细就系 G chord、D G B， 跟住就系 E G B， 跟住就系一冇变过都系 E G B， 跟住就系 D， 咁好简单嘅啲弹法，成日都会讲。咁我比较会鼓励你哋去编曲做多啲，即系做啲编曲，自己搵完啲谱之后咧，自己试下点样可以用到啲弹法啦。咁而家拍呢啲系列就属于系比较教歌形式啦，变咗咧就唔会讲太多特别嘅新弹法。咁我可以睇翻我哋新课程系列咧，专教伴奏咧，咁啊独立去讲一啲伴奏方法都可以。OK， 咁啊呢个系 G E minor C D。走在风中，晴天阳光，突然好温柔，天的温柔，地的温柔。想你抱着我，然后难少少啦，可能少弹啲就 B minor 啦。让我发现你的改变，落个 E minor 7俾佢 ，G B D。
孤单的尽头，如果是难，该怎么 ？A D F 上。記得在哪裡聽過，他有個 feel 是這樣的，OK 很型的嘛。這下點來就是 G， 我用個收音去記憶，永遠都是 Do Ti Do So Do Ti Do Fa Do Ti Do Mi Do Ti Do So Do Ti Do Fa Do Ti Do Mi， 我第一拍先下的。带着吗 ？2, 3, 4 重复。OK， 都系咁玩，咁可能特别少少就系。OK， 咁都係咁樣玩啦。咁跟住啦，嗱，你下咧自己可以得閒多啲 fill in 俾佢啊。咁我唔特別多講，因為我成日都講你 fill in 第四拍落啊，即係呢啲咧。OK， 咁通常係咧 1, 2, 3, 4, 4 懟四嘢落去 ，4, 2, 3。4, 2, 1, 2, 對面四下簡單啲，你可以落翻個你撳 chord 嗰嘅嘛。如果你覺得可以複雜啲，你就可以玩個 G major scale 揀小音俾佢。OK， 咁如果你想食翻個 feel 型啲，咪都 Ti Do So 咁樣咯。唱到真係 sorry， 黐線用嚟講 sorry 就睇到個架啫嘛。坐在風中，今天染光。轉開去 B minor 一樣啦。嚟咁玩 ，OK？ 如果啦，該怎麼度過？咁我成日會落嘅 C 級落 C 嘅九俾佢玩 G C D。如果啦，該怎麼 A D F sharp 度過？然後去到 chorus 嗰個 chord 嘅 progression 又係嗰個聽翻 D 嗰個歌一樣啦，咁啊又係玩 G B D 咧，或者玩 B D G 咧。不知道，不知道。Sorry 啊。又係咁樣玩同一樣嘢，咁左手好簡單 ，G F sharp E D C B A， 然後 G， 跟住 F 或 A。右手會玩咩咧？右手會玩啲比較近少少嘅玩法 ，G B D G。不知道我需要，我需要為什麼 ？A D F sharp。我的心。跟住就係 E minor seven G B D， 一焗個人就開始黐線嘅。OK， 一樣啫。我的心。D chord 玩翻。A D F sharp， 明明是想的，就 G C E， 然后 G chord based on B 1 G body， 却孤单的黎明 ，A minor 就 A minor A C E， 然后 D chord 玩翻呢个 D
A D F sharp， 所以用呢隻手咧，我喐得唔多 ，focus 喺呢邊多啲嘅話，你可以跳多啲。OK， 咁你可以用你嘅玩法嘅，你可以用先拿簡單啲啱解嘅就係、是。不知道為什麼我的心，即係佢咁樣玩。如果你想玩得複雜啲咧，可以。不知道不知道為什麼為什麼我的心。Oh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好簡單啦、啊，呢、這個就係四拍八分音符 ，one and two and three。呢三個音你可以選擇，咁詳細可以睇翻我新手課程系列。OK， 咁呢度就係咁簡單先喺呢一個位。咁但係咧，如果你去到話想玩得複雜啲，或者其實點樣彈咧，你見到我冇譜嘅，咁我係比較快手咁樣，通常都係咁彈，我就咁樣解你啦。因為每一次唔同嘅彈法，甚至乎可能同一首歌喺每一次唔同場合，我彈嘅方法都會唔同，甚至乎編曲嘅方法都唔同。咁所以成日都話嘅，你去學彈一首歌咧，最緊要就係去學識點編首歌，咁對你會好好多。咁如果唔係輕下咁睇片學一首冇意思係咪？咁所以睇多啲消化多啲我新課程教伴奏嗰個咧，會容易啲去明白，可以自己自創好多啲出嚟嘅。跟住寫一份譜俾自己，咁你會睇得容易啲啦。OK， 中意嘅話可以喺 Facebook 問我，訂咗我頻道都可以嘅。舊 Facebook。舊 Facebook 俾人 block 咗，唔知邊個檢舉我，咁可以 add 我新個 Facebook。咁頻道嗰個主頁有我 Facebook 㗎啦。